着小说改编的影视越来越普及，越来越多的热门网络小说被改编成网络电视剧，就比如说下乡盗墓笔记这种经典的 IP 也是被改编成了网剧。虽然说剧情不可能完全与原著相通，但是最基本的人际脉络还是尊重原著的。而如今盗墓系列的又一力作沙海也被改编成电视剧，沙海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收视率。其中秦昊饰演的吴邪可以说是被很多原著粉丝所认可，表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邪帝。在盗墓系列中有这么一句话，南侠北雅东邪西华，这其中的东邪就是指的吴邪。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细细的讲述下吴邪的前世今生，让大家可以更直观的去了解沙海的剧情，可以更加深入的清楚吴邪这个人物。首先我们要知道沙海世纪盗墓笔记之后的续作，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就是吴邪。虽然说电视剧中吴邪成为了一个幕后布局者，大部分都是以黎簇的视角进行剧情发展，可是吴邪的作用绝对要起到决定性。最早以前的吴邪还是那么的天真，他跟随三叔吴三省一起去的鲁王宫，线索是吴邪爷爷留下的战国帛书，在鲁王宫历险中结识了小哥张喜灵和王胖子，铁三角正式聚齐。在之后就是前往秦岭神树，在这里吴邪是被朋友老杨骗了过去的，吴邪也差点在这次诡异之旅中身亡。随后就是云顶天宫，不过更多的是讲述帮藏海的戏份，所以不多说。再往后就是蛇爪鬼城内，吴邪接触到了三叔隐藏了20年的秘密，并开始了自己的调查。在蛇爪鬼城中得知了西王母的存在，在阴山古楼中又得知了小哥张起灵存货几百年的事情。在张起灵进入青铜门后，吴邪返回后戴上了三叔的面具，正式接替了三叔的使命，并且等待着张起灵的归来。在后来的西藏墨脱中接受了黑毛蛇费洛蒙后，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。于是吴邪苦苦思考4个月之久，终于组织了一场以灭掉庄家改变世界现状的庞大计划，沙海计划。至此经过10年成长的吴邪从天尘吴邪成长成为了邪帝。整个沙海其实就是讲述了吴邪的计划，为了能解决掉汪家可以说是奋进周折。小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哦。